特别的活动要给你们可爱的又乖巧的小朋友，你们今天表现得这么好，想不想听故事？想。听起来好像不大想。想不想听故事？想。怎么一个说不想？那你耳朵要立起来哦。那全程要捂住耳朵，不要听哦。因为我们很好听的，你不可以把耳朵放开了，你要捂起来。对啊，他们也想听啊。我们要来听故事。那我们这个可爱的爱心志工、教育志工妈妈是丽霞阿姨，跟丽霞阿姨问好。丽霞阿姨好。丽霞阿姨今天带来很好听的故事，想听的话要把小手手借给老师。好，摸一摸，摸一摸，热身一下。我们要听好听的故事，要不要给丽霞阿姨一个很热烈的掌声鼓励？好，先摸一下，先摸一下。你们会不会爱的鼓励？我会。我爱的鼓励怎么办？老师会说预备备，预备备就是热身，要把手磨得热热的，等一下拍手才不会痛痛。好，磨得很热哦，然后预备备哦。啊，老师会说开始才爱的鼓励，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会。确定吗？好，那一次完成哦，我们就不练习了。好，我们来欢迎丽霞阿姨预备备。